咒迷们好消息，咒术回战体验展来到 Pavilion Bukit Jalil 啦，这里有三大咒术回战体验区等你来探索。走喽，跟小编一起走进咒术回战的奇幻世界，可以跟动漫里面的角色打卡合照，五条悟真的太帅了，还有其他经典配角。来到这里可以重温动漫中令人难忘的场景。咒术回战周边商品店准备大买特买，各种模型和盲盒，各种角色马克杯、明信片、卡包、五颜六色可爱 T 恤。这里也有咒术回战主题餐厅，迷你 Q 版五条悟，迷你 Q 版虎杖悠仁，环境很有 feel， 食物摆盘满满仪式感。焦糖椰奶西米露布丁，鸡蛋虾仁三文治，鸡扒意大利面，餐点价钱给你们参考，咒迷们千万不要错过啦！